一辆机车载了三个人，明显超载。不过这就算了，车上乘客甚至没有戴安全帽，就这样上路。前方是警车，三人也不怕被抓，就这样不快不慢跟在警车后面。不过就在下个路口处，这三人竟然嚣张跑到警车前面停了下来，果然当场被警方发现，要求路边停下。这时候车上的三人竟然还有说有笑，丝毫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问题。这里是台中北屯区昌平路一段和大连路三段，有骑士竟然三天没有戴安全帽上路，遭警方拦下还嬉皮笑脸，画面曝光让不少人直呼这实在太夸张，也很危险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